阿嬷，我要去坐车哦。好啊，啊你要坐几点的？五点的啊。坐五点哦，啊你有煮早餐无？有啊啦，我早到啊。马紧啦，我不加摕一煮啊，互你啦。来啦，免啦。你家己妈爱用嘛？我马紧啦，哎，我伫厝较免啥租费啦。啊你。免啦，真正免啦。你出外出外出门在外吼，拢爱用钱啊，坐车啊，吃啊，拢爱钱爱租费。冇啦。卖啦。冇啦，你都。卖啦。炸掉啦！炸到都分尸啦，来啦！得掉啦，得了都分尸啦吼！啊，你爱食啥？买食吼，啊免欠啦。啊，你家己妈顾好。有，我会顾好，我伫厝较无要紧。啊，你伫出在外吼，出门在外吼，啊注意安全，吼啊食，吼啊若无搞甲讲，吼啊出门要注意安全较重要。阿嬷，我真的觉得我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。那你可以再给我500块吃饭吗？啊，听着直接开价了。会当找女朋友无？你来袂当，女朋友啊，男朋友拢会使，女朋友哪好紧？不要自己一个人就好了。嗯，无人照顾，安尼你会烦恼。你唔知。妈问你，为什么一定要找男朋友？大汉就爱嫁，就爱哪看。我会当找女朋友无？你来袂当，女朋友啊，男朋友拢会使，拢会使吼。女朋友哪好紧？有人陪比较重要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你觉得可以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无人照顾安尼，你会烦恼。哦，你唔知。阿妈，你感觉爱虾米条件才会使？有工作的唔才会使啊，爱无不好，不好无好，爱也要想，啊，讲是为你好。老婆，干啥？爱你哦。啊？你要讲多少？我讲，跟你。十个月前偷偷回金门看阿公阿妈。阿定，我想的。梁西。阿罗。罗你老。阿妈。这长阿的囝。不是死，查某囝叫什么名？哦，阿米。你阿米。在。在啊！你要讲多少？我讲，跟你，哎，干脆卖掉，卖讲，对就不好啊！你先把个夸我，我再夸几挂。老婆，干啥？爱你哦。不要爱自恋。要，爱你哦。